已经在河美地区成立超过20年的河美联合会，就由传统佛教盂兰盆节，除了举办法会超度往生亡灵，嘛依照佛教七位劝人向善、甲欢喜、感恩、尽孝道的传统，举办年度法会。荷兰里长谢美娥、教案里长廖文林伫河美联合会担任志工，年度的普渡法会由法师带领众信众做伙超度亡灵。河美联合会志工分成两部分，有的伫真热天气伫火炉边啊祭扫食，准备受灾祭拜；有的带金笋包装平安米，要分送予信徒食平安。弟，你跟谁一起来？阿妈，阿妈哪一个？跟阿妈一起来，你会做？到后天就爱开始啊！买了要吃饭，祖先到下晡尔，只要拢爱落去，就要吃饭咧。咧，咱业障，咱消咱的业障，所以完成祭祀啦，也是种种啥物迄落无对咱有障碍，咱就甲下面结善缘。迄落希望众生拢会使来参加，毋是干好比人尔哦。河美联合会伫河美地区已经超过20年，真心修行佛法，希望将传统佛教七月是吉祥月传统感恩、尽孝、欢喜、劝人为善的观念普及，和社会更加相合。新中华新闻江大锦河美采访报道。